碗放在那边，我热个汤马上就好了哈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你喜欢吃的煎苍鱼、红烧狮子，还有麻婆豆腐，马上就好了。喵。哎哎，怎么客厅跑只猫进来了啊？都不知道。什么时候进来我也不知道哎。一天到晚迷迷糊糊的，搞什么嘛？你干嘛那么凶嘛？烦死了。大姐，荣兴这两天有没有到你那儿去？没有啊，你们又吵架了？没有吵架，我只不过说了一句啊。我说过多少次啊，男人啊，在外面累了一天回来，你又啰里啰嗦的，他当然会跑出去啦。喂喂，姐，姐夫回来了没？没有。我看他八成有问题。姐，我找阿超去你那一下吧。你叫他来干什么？阿超在征信社上班，消息灵通的很。你胡说什么啊？我能带张照片走吗？其实我觉得都是实惠多嘴，真的没有这个必要。没关系，大姐，不会麻烦的。我跟踪了他几天，他都在天母附近出现。在天母干什么？很简单，外遇。不可能，楚君姐，相信我，我也是男人。告辞了。荣兴，你在哪里？我不会出去。好，我等你。荣兴。荣兴，我饭菜都做好了。律师会通知你的。荣兴，你要去哪里？你不了解吗？我要跟你离婚。
确定一下你原来的房子，给他。还有张太太户头里面的钱，也给他。两位请过目一下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就在上面签个字。淑娟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。可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怎么搞的？我开车啊，他在旁边吵我，害我去撞别人的车。那个阿超呢？闪了，他太土了。以后这种事不能找我了。我今天才签的字，得靠自己了。就离了。Thank you.
谢谢啊，张太太，张太太，您的洗发精忘了带了。谢谢，张太太，我看你这两天心情不太好，我这有两张招待券，是批发商送给我的，让你先生陪你去看吧。啊，我先没空，你自己去吧。好，再见。 等一下，李伯伯，晚上打烊早的话，我就陪你去，反正我也没事。好啊。我要去打仗了，这几天也没人弄东西给你吃，说不定以后也没机会煮东西给你吃了。打仗嘛，谁能担保一定回得来呢？嗯，这锅鸡汤你就留着喝，好不好？ 伯父头，嗯，你要答应我，一定回来好吗？我这么多年，我们不是也这么撑过来吗？没事啊。好，我去通知其他的人。啊，文经理啊，哎。 一眨眼，再一照镜子，头发都白了。我在南部结了婚，不是人家嫌我穷，是我养不起别人，我只好到北部来混。我儿子到现在，在南部还开工厂，可是我没有脸回去呀。 现在就是想回老家，去看看我小时候认识的那个女孩子。你说的行，功课好，家里的人都让着，碰到了荣幸，他是那么照顾、疼我。 大家都好羡慕，结了婚以后，他有安心顾家，他出去打拼。男人嘛，有本事才能养太太，从职员、科长、经理，一直干到协理。 租房子，再来买房子。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。他从来也没有真正对我大声讲过话。同学离婚。 亲戚离婚，我都觉得这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，甚至。
张照片拿在我的面前，我都告诉自己那是在做梦，梦醒了还是我自己，谁知道？吴明仁，吴姐，好了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那个，我那个机关房东要涨房租，哎，去他的，那个烂房子啊，不住也罢。反正你一个人嘛，我搬来跟你一块住，我还是睡客房吧。我没事的。杨姐，下班了，有没有什么节目吗？我请你吃饭吧。不用了，我要回去休息。好啊。哎，你寂不寂寞啊？要不要我陪你啊？小姐，驱动马达坏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你没办法，我也没办法哎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你是个新手是不是？是哪一部车子坏了？驱动马达坏了。你不是，小姐，你有机会给我讲吗？小姐，要作为车厂才能修啊，这是车厂名片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我要赶着上班的。
良姐，我林娟斌。如果不嫌弃的话，下班时候我可以来接你。不用，谢谢你。至少就到此为止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上班要迟到了。找到新户头了。对，一样。知道了吧？你今天没开门呢，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喂，全斌。哦，对不起，我这边有点事。姐，他们打电话到老李他儿子那，也找不到他，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老李真可怜，心脏不好，有没有人照顾他？
姐，你不要尽往坏处想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出去走走。姐。喂，全斌。阿姨，这是那个叔叔给你的，在那边。我以为你不会有软弱一面，下班接你，你不肯；打电话到你家，你不是不在，就是挂我电话。要不是你妹妹，我知道我们的交情，我还不够资格帮你擦眼泪，只配替你修车，对吧？好嘛，如果你嫌我烦的话，十分钟之内你不开口说话，我就走，可以吗？想想我跟我老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，反倒没有跟老李谈得来，一下子都不见了。只剩下我一个人。那天很不好意思哦，把你当成修车的。那怎么能怪你嘛？要怪啊，只能怪我自己开货车，穿的又像工人一样。没办法啊，你也知道，员工一请假，我这种当老板的只好自己开车载货啊。你是不是经常这样故意在路边帮女孩修车啊？也没有常常了，那要看对方长得漂不漂亮。哇，看，好可爱哦！我一直想养这样的一只。哇，你喜欢狗啊？拜拜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做朋友比较好。
该怎么吵架？我怀孕了，他要我拿掉。多久了？那不重要。他不肯负责。我不需要他负责，他连自己都养不活了，我只想自己把孩子生下来。你疯了？你是要当我有个妈妈？我只想要自己有个孩子。孩子没有爸爸可以吗？如果你不想结婚，就把他拿掉，免得将来受苦。哎，谁规定养孩子一定要有男人？他们能给你什么保证？你和姐夫不都是离了？他们只是喜新厌旧。那些女的哪一个比你漂亮，比你能干？我告诉你，他们只是比你年轻。我就是因为没有孩子，所以才可以离得这么干脆，让我到现在还在受罪。对，所以结不结婚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能不能做个好母亲。我一直希望有个孩子能够陪在我身边。你能吗？我不想再当小孩子了，我想像个大人，做个好妈妈。你能照顾一个孩子，你能扛得起这个重担吗？孩子能够帮助我面对的，我只想忠于自己的想法，为自己而活，可以吗？这里来跟你道歉的，看看有没有机会以后教我游泳。妈，他们来，然后小胖，他喜欢用滑滑冰。要不然呢？哎，不错啊，成功了。喝什么？茶还是咖啡啊？我喝茶好了。我可以看吗？谢谢你让我忘掉一些烦恼。这是我念大学的时候，这是我妹妹，这张是我爸跟我妈移民美国的时候我们在机场送行。嗯，你像你妈，谁会长得像你爸？我爸比较外向，也很活泼，还很花，以前总是让我妈妈每天心神不宁的。这是我先生，是我前夫。如果妹妹知道我把我们以前的照片给你看的话，她一定会觉得很不可思议。有什么不好的？你现在还是很有吸引力啊。你不要这么说，要是十年以前我听到这种话，晚上会睡不着觉的。好了，不要再皱眉头了，否则我觉得我们要重新调整了。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孩子，也许是勇气吧。
我想考验勇气最好的办法呢，跳水。这种腾空飞起的感觉，可以让你享受到独立、自由。怎么样？要不要试试看？好吧，去吧，去试一下，试一下。没关系的。是一定要大金的，用那个宝蓝色的大瓷砖一定很好看哦。最好的浴缸是按摩浴缸，这样很舒服的。每个房间还都一定要是套房，我们就不用跟小孩子抢厕所了。你不是开玩笑吧？你不想要小孩啊？我已经有老婆小孩了。你不知道我已经结婚了。淑君，你生什么气嘛？淑君，淑君，你滚！你滚！好，我走，我走。Ha ha ha!
老李。哎。梁小姐。老李。哎。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梁小姐，我跟你讲，我自从上次跟你讲完话以后啊，我就在想，在我能动的时候，我就回大陆老家去了一趟来。原来你去大陆了？对呀，我到了老家一看呢，什么都没变，就是人呢都变老。告诉你啊，我小时候啊喜欢的那个女孩子现在还在呀，就是老了，孙子都成群了呀。那你会不会难过？难过？我没有什么很难过的，我只是见了她以后啊，两个人呢、没什么话可说了，我脑子里边啊都空空的耶。最近你怎么样？我前天交了个朋友。男的？怎么样？都过去了。人嘛，都是缘分，想开一点，只要自己快乐就行了。我想跟你在一起，我可以跟我老婆离婚了。离婚？那你小孩怎么办？我看你还是回去做个好爸爸好老公。难道你一点机会都不给我？对了，那只小狗呢？跑掉了。告诉我，你真的喜欢小狗吗？那很好，至少不会觉得什么事都来骗我。